教科文组织必须要想一些办法，来让这些文化遗产不要被破坏，那大家一起来缔约，来共同来保护我们的遗产。那世界遗产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不是只有你这个国家。那当然有人不这么想，就把阿富汗的大佛炸掉了，但是呢其他的国家要一起来合作，能够把这个文化共同保存。那在这里呢就必须要提到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二次大战以后创立的一个组织啊。那到2011年8月呢， UNESCO 有195个正会员，8个准会员，那它主要的是教育科学文化的传播。那这个 UNESCO 除了世界遗产外呢，其实它是定了8个项目，那有的项目是比世界遗产要更早来定。那因为很可惜，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我们整个国家啊，我们同学啊，对这种世界的这个趋势啊，有的时候是非常陌生的。那在这个 UNESCO 登陆的东西呢，它包括地质公园、人与生物圈、文学之城、濒危的语言和语言多样性、非物质文化、世界记忆、水资源管理、世界遗产8项。那里头跟文化比较有关的呢，大概就是文学之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忆跟世界遗产这些啊。那我们陆陆续续来看一些可以看一些例子啊。那这边呢，就是说世界遗产也不是说你报就有的啊，你报了以后呢，联合国要来审查啊。那如果符合资格啊，他就让你登录。那最早的时候呢，世界遗产是分2大类。一类是跟文化有关的，我们同学刚刚讲的多半都是跟文化有关，那还有一类跟自然有关，那还有自然文化兼具的，到今年7月的资料呢，这个一共有1092项世界遗产，这个不包括那些非物质跟记忆啊。那其中文化类的845，自然类209，两者多有的38。那就是从缔约开始到现在啊，人类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那在这里面呢，属于自然类的呢，联合国就交给了 UNESCO 下面的一个组织，叫做 IUCN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保育组织啊。那这个组织1948年就成立，后来一直改，啊，但是它缩写现在就叫 IUCN 啊，它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保育组织，下面有1200个 member 啊，包括 NGO 国家、科学家、政府组织，11000个科学家组成。那 IUCN 算是非常非常非常权威的一个保育组织。那关于文化的呢，它就交给一个叫 ECOMOS 的单位，那它是一个专门研究保存修复文化的，它总部在巴黎。那 ECOMOS 是除了审查世界遗产外呢，他也协助修复啊。刚刚同学有提到的吴哥窟，因为吴哥窟本身里头有长树啊，就是柬埔寨又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啊，所以呢，伊克莫斯是派整组法国的专家啊住进在里头，协助他来修复。那下面呢？这些就是你怎么样要登录，有资格登录世界遗产的一个标准啊。那这些标准在网站上都有啊。那我们就大概
下，大概就是代表人类创作的天才杰作，表现某一时期某一文化圈有关建筑技术、纪念性、城镇景观设计的人文价值，啊，可视为现存或已消失文化传统唯一或稀少证据，啊，它一二三，它用哪一项指定，它只要有一项就可以，啊，然后可呈现人类历史重要时代杰出建筑、建筑型技术或景观，啊，那特别是在恢复渲染的变数影响下，容易受损的情况显著代表多元文化聚落或土地利用，啊，具显著普遍意义的事物与现存传统思想、信仰、艺术跟文学的作品直接或明显相关，啊，大概文化类就是这六点，啊，那有一个世界遗产，这六点全部符合，啊，就是泰山，啊，中国的泰山，它是少数的六点全部符合的一个世界遗产，啊，那当然自然遗产下面就有具无与伦比的自然现象或特殊自然美质，啊，也代表地球发展史的见证、生命进化的记录、啊、地质形成的重要过程、地形学、自然地理学重要特征、啊、或者在陆上淡水域沿岸海洋生态系或生物群发展中、啊、足以代表的这个过程，所以大致是，这些啊，所以学术与保存观点上对保护濒临灭绝物种、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清醒。所以基本上它有文化的六个、自然的四个，那你只要符合一个，就能够登录啊。如果你符合越多啊，当然就越快。那这些东西送去呢，其实是会被打回票的。不一定送去都通过，我们等等看啊编号就知道。那在这一个阶段的最后的部分呢，我是想跟大家来谈一下最早登陆的十二处世界遗产。啊，你们有没有想象过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被第一次就登陆世界遗产，就第一次就通过，有十二个，那这十二个一定是跟人类的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这是 number one，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啊，我们在别的地方上这个课的时候，有一个人居然去过。那后来我很多生态学教授的朋友，他们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到这个地方。那这个第一批的世界遗产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当时日本啊中国都没有参加缔约，啊，所以中国是虽然1978年指定了世界第一批，中国1987、86才缔约，87才登陆了泰山。建成的六柱啊，然后日本1993年才缔约，啊，那第一次就登陆了法隆寺跟姬路寺、姬路城啊。那世界遗产编号没有优劣之分，但是第一时间指定的十二处啊，还是有它特殊的意义啊。这就是十二个。那我们可以看到 ，number one 啊，就是这个格拉巴哥。Number two 是厄瓜多尔的一个古城，啊，叫奎多，啊，然后是 Number three 是德国的教堂 ，Number 四是加拿大的一个国家公园，然后五六七八怎么样都被打回票了啊，九到伊索比亚的国家公园，18伊索比亚的独石教堂，对伊索比亚呢，10、11、12、13、14到18都被打回票。然后24是加拿大另外一个国家公园，啊，26是塞内加尔的这个黑奴那个根的那个岛，啊，那个牢房根岛。然后27呢是美国的 Mesa Verde， 啊，科罗拉多州的国家公园。28是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29呢是波兰的一个古都，啊，32是波兰的一个盐矿。
那这些呢，就是十二个人类第一次登陆的世界遗产。有没有人去过哪一个？黄石公园应该最多人去吧？啊，有没有？有黄石公园的吗？这里其实我只去过两个，都在美国啊，就是 Mesa Verde 跟黄石。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去，其他都比较不容易去。但是我们看了这个以后呢，就发现文化还是重要。像这个加拉巴哥岛，这个岛很小，大概卫星图上是这样，古地图是这样。那它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岛那么小，有什么了不起可以变成 number one 第一号世界遗产？大家想一想，大家都想一想，啊，有没有人要发表一下？达尔文的演化论，很棒，老师呢？加分，加分。对，你怎么会知道呢？读过？有那个之前看书看到。有看到，很好，好，马上加分。对，就是因为这里是达尔文在这里，因为它是一个距离海南美洲1100公里的太平洋里面的一个岛，所以这个岛是一个独立的岛屿生态，就是它在这个岛上发现很多的生物物种自己适应环境来变化，所以呢他后来写的演化论的灵感来源就是从这个加拉巴哥岛来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自然的四个条件全部符合，我们泰山是文化的六个条件全部符合，加拉巴哥岛是四个条件全部符合，而且它是唯一的海参蜥蜴夜行海鸥栖息地。好，那它是一个，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再往上看到这个呢，就是达尔文的路线啊，他的小鹰、小猎犬啊，环球路线。那我们这时候都不禁想到，1853年的时候，还是道光年间啊，他可以这样的航海，而且在这个加拉巴哥岛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再这样绕回去。那所以呢，这个岛上除了有这个历史的重要的一个记录外，它自己岛上生物的丰富啊，跟它可以看到演化的，以及它一些火山的地形啊，都使它成为第一号的世界遗产啊，是当之无愧的啊。那这是那个厄瓜多尔的古城啊。那当然，顺便他报的时候，这个也是西班牙人啊到南美洲啊开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跳板啊。那到2001年，他又扩大啊，加入这个环岛的这个生态体系啊。那这个城呢，现在也是厄瓜多尔的首都啊，它很高，海拔2850。我们知道南美洲有很多地方都是非常非常高，但它登陆的是老城的部分，是1535年就有欧洲人到这里，当时就是个海盗基地。大家不要以为西方人是来都是做生意的或者传教士，你说大部分是海盗。即使是东印度公司那么大的一个公司，他们还是海盗。你如果去看到那个台湾历史的文献，就会发现这个当时在热兰遮城的总督一再写信给巴达维亚说，我们很危险啊，国姓爷要来打我们了，请你派舰队来啊，因为他们在安平城只有2000驻军，几艘商船
啊，请你派舰队来。那巴达维亚就说，我们舰队出来要花很多钱啊。那国姓爷，我们跟他通了信，他送我们两个大花瓶，说他不会来打台湾，所以我们不能来。那奎一就说，啊，请你来，我们真的很危险。就他们就说，好，那我们来。就他们就派了12艘船来，来了以后呢，就在台湾绕了一下，说国姓爷没有来啊，跟我们很友好，所以我们就决定在回程的时候呢，就去澳门抢劫。海盗，我们就到澳门上岸抢劫，不然我们这次的路费出不来啊。啊，所以都是西方人，这个都是海盗。因此，这里就是1535年的海盗基地啊。那后来又成立印加帝国在这边啊。那最后一任国王建的皇宫就是现在厄瓜多尔的总督。那是这个是第二号的世界遗产。第三号呢，就是德国的一个大教堂啊。这个教堂呢是。从936年到1531年间，30位德国国王在这里加冕。那它始建于西元790年，所以它原先是很小，后来越建越大，越建越大，越建越大。哦，那这也是西方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教堂，哦，最早可能只有这一部分，好，然后慢慢再把它一直加大，一直加大。那最早的部分当然就是这个圆的地方。那从1520年的图，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那么大，1913大概到现在就差不多了。好，再来第四个呢，虽然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国家公园的样子。但是它叫 National Historical Site 啊，它叫南塞奥兹牧场地啊。那为什么在加拿大北部那个很荒凉的地方的一个湿地啊，加拿大的湿地，离这个 Greenland 啊，这里还有一个国家叫什么 Iceland 啊，冰岛，冰岛我们本来。觉得很奇怪，这个英国人有一个阴谋啊，因为他要在这里，可能以前要在这里获利，他不想在这里啊，因为这里整个都是冰啊，所以他就把地名这里叫 Greenland， 人家就以为这里是绿草地啊，这个就叫 Iceland， 人家以为是冰山啊，就不来了。所以呢，这个是北欧啊，然后英伦半岛。然后居然在西元985跟1100年之间，维京人会航海的维京人曾经在这里居住一段时间啊，所以他是从历史的角度得到这个世界遗产啊，他其实是比哥伦布还早了非常非常多年啊，欧洲在这个北方。那能够证明维京人来过的，就是有一对挪威夫妇，经过多次发掘，那他们比较挪威也是属于这个北欧的人，他们比较熟悉北欧文化，所以他们整理出8座建筑物，啊，还有一些维京人生活的方式的一些古迹啊，所以现在呢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一个世界遗产。那在下面一个呢，就是到埃塞俄比亚。那我们通常对非洲都只有撒哈拉沙漠的这个观念，而不知道埃塞俄比亚。你想到埃塞俄比亚，你就觉得那个是很多人饿死的一个地方，荒郊野地。
但是不晓得其实那边的地形跟国家公园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塞里耶国家公园呢是远古的地壳运动，所以它的这个最高峰有4620公尺啊，比玉山还高。那中间有一个1500公尺的断崖，那还有很多稀有的珍贵的动物啊，像这个1996列入濒临灭绝种属的这个山鸟啊，野山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地形，我给你看，你一定以为是美国，我会觉得是伊索比亚，跟你想象的伊索比亚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条件才能让它，这是它那个断崖，这样的条件才能让它变成很重要第一批的世界遗产。那伊索比亚另外一个呢叫独石教堂，独立的独，它每一个教堂都是一块石头独立切割的，12座教堂每座都是一整块石头切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这里是一整块石头，它就往下切，就切一个教堂出来。那这个是基督教在非洲北部，算是东正教会，就是4世纪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据后，这里就变成新的耶路撒冷，有12座教堂在地下，只有一座不在，那这个是它大概的分布图，它每一座教堂，都是一块石头做的，所以非常非常的独特。那现在好像台湾已经有旅行社在办这个去这个伊索比亚这个因为这个的确是非常稀少的一个景观啊。在下面一个还是加拿大的大汉语国家公园，是北美极少数仍维持原始景观的河流啊。那台湾有没有河流还在维持原始景观？没有，即使在非常的深山都做了很多拦沙坝。那台湾还有没有自然海岸？没有，都堆了那个坝长，做了海堤，做着非常多的这个防御设施，其实全世界也差不多，所以全世界能够维持有原始景观的地方是极少极少。那加拿大这个大汉语国家公园是极少数，我们可以看到它景色非常的美丽啊，就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挂的月历上面才看得到。那这个是格雷岛是非常悲惨的一个地方它是这个根的这个作者它的祖先。所以这是1815年费奴利的贸易前最大的奴隶买卖中心啊。那他这个岛因为是一个港，把那个非洲大陆抓来的人就关在这里，然后讲好价钱再从这里运出去，或者运到美国采棉花，或者运到中美种咖啡啊，或者运到欧洲做奴隶、做苦工啊、做外劳。所以这个岛呢也是第一批指定的那它这里所保留的这栋建筑物呢是荷兰殖民者1776年建造的奴隶堡那上面呢是管理人用的，那下面密不通风潮湿的就是关奴隶的，那你死掉就算了所以这个门呢就被称为 Door of No Return归门，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悲惨。那下面两个美国的国家公园呢，其实都非常的独特。那这个 Asamuli 国家公园是在科罗拉多州它是1906年罗斯福总统号召成立的那它这里呢，一共
最大的特征啊，就是这种在悬崖峭壁里头又盖了石头的房子啊。那我记得1986年，我到梅山文旅去开国际以文化为主的国家公园的一个研讨会啊。那我们就顺便，那那次研讨会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不能称人家为土著、番人、山地人都不行，要用一个原住民这样的三个字。那那次开会，我们也顺便看了一下这个 Mesa Verde 的国家公园，啊，它的确最这个不是最大的，最大的还有3层楼的房子高，啊，像这个，啊，那这些原住民并不是现在的美国人，他们到哪里已经不知道，啊，现在住在这边的 Navajo 族呢，啊，跟他们没有。血缘的关系，那这些人或者生病或者消失，啊，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那这个就是 Mesa Verde，啊，然后全世界1872年3月1号成立的第一座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呢，它当然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那也因为它成立了国家公园之前。这边原来是要盖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要经过的，就会把这个美丽的景观就会破坏掉。那当时就有一些自然爱好者就出来说，啊，不行，我们要保护这里，啊，变成永远的是一个公园。啊，那附近的有没有人？其实没有什么人。因为那个时候从最近的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到黄石大概都要7到10天，啊，大家想1800多少年了，啊，那时候还没有铁路，但是没开到这里，啊，所以都要划独木舟坐马车，啊，所以要很难过来，但是他们要把它保存下来。那当然周遭的人就很不爽啊，就说哎，这个铁路如果通过这里，我们都能够繁荣的，啊，那是他们的想法。那现在这里的居民呢，一年只要做半年事，啊，其他半年都可以去南美洲度假，啊，因为这里冰天雪地是不开放的。那些铁路旁边的镇叫做什么镇？美国有一个专有名字叫 Ghost Town 鬼镇，已经都没有人了，啊，美国铁路是完全是毁灭中，哦，但是他们前阵子奥巴马是想委托中国建钢铁，就后来因为互不喜好，哦，就把这个取消，可取消那就更惨，因为我觉得坐了高铁以后你就回不去了，好，哦，现在再叫你坐平快去高雄，哦，当然同学也许有你们同学经济上的考量，但是一般上班的人，啊，是回不去的，啊，宁愿别的地方省一点，啊，也希望2小时就到，啊，那这是，啊，原来要盖铁路的地方，啊，那可能在这里，那这个就完了嘛，对不对？啊，原来要盖铁路的地方，啊，那这里还有这个间歇的喷泉。所以黄石国家公园呢，也有非常多漂亮的地景，湿地啊，非常广大。那在下面呢，克拉科夫啊，波兰的旧都，它是欧洲第一个广场市集啊，所以它有它一定的这个价值。啊，到现在它这个广场还是啊看起来蛮热闹的，啊，而且这个历史建筑都还在。那最后一个呢是波兰的盐矿，那这个威利奇卡盐矿啊，它的意思是伟大的盐。那13世纪它是
波兰最大的财政收入。那700余年来，它的盐一直挖到地下327公尺，啊，超过300公里长。那盐矿中有房间、礼拜堂、地下湖泊，像一个城市。那盐工呢，也刻了一些雕像，啊，甚至最后的晚餐。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盐矿，啊，里面可以开 party， 对不对？这是一个矿楼，然后他们刻了很多画。那这是当时采的盘，这是他的最后晚餐。那我们刚才看到最后晚餐，那顺便提到1984年西斯汀教堂登陆世界遗产，编号286。那最后晚餐所在地啊，米兰的那个恩宠圣母堂，1980年登陆为93号世界遗产。莫高窟1987年登陆为440号世界遗产。